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“体育财经”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英超，阿斯顿维拉对战伯恩利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阿斯顿维拉本赛季中规中矩，目前10轮联赛战罢，取得6胜4负、18分的成绩，位列排名榜第11名。球队锋线火力处于英超上游水准，客队伯恩利本赛季表现令人失望，目前11轮战罢取得2胜3平6负，积9分，陷入降级区。近5轮比赛只输一场，状态确实有所回暖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半一，想要获取本场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“体育财经”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